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！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。我们这个单元要介绍的是二项分配。介绍二项分配，我们就要先介绍二项试验。什么叫做二项试验呢？就是说，假设我们做了 n 次的试试验，每一次试验只有两种可能性，一个就叫做成功，一个叫做失败。这个就是所谓的二项试验。那么， 每一次成功或失败的几率都是一样的，成功的几率我们假设叫做 p，那么失败的几率就是 q，那么 p 加 q 当然就是 e 每一次都一样啊，每次都一样。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，如果每一次都要一样的话呢，那么从母体里面抽出来的这个数目啊，我们都是取后要放回的。那么每一次的话呢？ 都是一样的几率。如果说是取后不放回，它会些微的会影响到后面的结果。那么那个那个种叫做超几何分配，那就不是叫做呃二二项分配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，每一次我们所做的这个试验哈，都是相互独立的，我们就称为二项试验或叫做伯努利的试验。那么我们来看看二项分配的例题。 二项分配例题就是说，如果说一个箱子里面有十个灯泡，十个灯泡里面两个不良品，那是说明了什么？是八个良品，对不对？好，抽后放回，为什么是每一次的几率呢？第一次我们抽一下，抽到不良品的几率是不是就是十分之二？10? 好，我们丢进去以后再搅一搅，第二次抽跟第一次抽是不是几率都一样？ 以几率来说都是一样的，那么我们要说的是，这就是一个独立的，而且的话呢，每次几率都一样，这是一个伯努利的试验。现在我们要抽的是几次？抽三次。那么三次的话来说，表示抽出不良品的个数。那么我们把这个几率分配来算计算一下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几率分配来说，这个 X 这个随机变数。 有可能是哪些呢？有可能是零，也可能是一，也可能是二，也可能是三。来，我们写出来。x 的话呢，可能是零，代表的是不良品，我们全都是抽到的良品，要不然是抽到一个不良品，两个不良品，或者是三个不良品。那现在我们把它的相对应的这个几率写出来。 这就是我们的几率的分配。现在来看怎么写呢？我们来想想看啊，十颗灯泡里面有两颗不良品。来，我们来想想看啊，这是这是十颗灯泡，好了。哦，这边的话呢，十颗灯泡里面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八九。 十十颗灯泡里面有两颗不良品，那么这些都是良品哦。来来，我们想一想，那么现在抽三次，每一次我们这个零的几率是多少呢？零的几率就代表的是全部都是良品哦，三次都是良品，那么我们的抽到抽到良品的几率是十分之八，这是良品。 不良品是十分之二，这、就是不良品。现在三次里面表示一个都没有，一个不良品都没有，那就是 C 三取零。三颗里面的话呢，都通通都没有任何的呃不良品，那就通通都良品了。在这边，良品有三个，不良品有零个。那这是什么？这一的话代表是。 一个不良，两个好的；一个不好，两个好，那就是我们要从三次里面挑选一次，因为它不一定是第一次不好，它可能是第二次不好，也可能是第三次不好，所以是 C 三取一十的十分之二的一次方，十分之八的二次方。再来呢，这二的是什么？二是代表的是 C 三个里面挑两个出来，十分之二有两个。 十分之八有一个，那么三呢？代表的是这样的，十分之二的三次方，这是代表的是一个良品都没有，全部的话都是不良品，这三次都是不良品。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几率分配。那么我们要了解的是，这个几率分配非常的微妙，它的这个期望值跟变异数。 都是非常非常好记的。那么，我们先算出来的几率分配以后，我们再来谈这个二项分配的期望值。二项分配的话呢，是这样的。我们现在把它的标准式列出来：实验 n 次，成功几率是 p，失败几率是 q。那么 x 代表的是成功的次数。那么几率分配函数，来我们来写出来啊。几率分配函数就是这样子的。 如果我们成功的次数里面是 x 次，那代表什么意思呢？代表的是在 n 次里面，在 n 次里面，我们成功了几次呢？成功的次数是有 x 个，那么失败呢？那当然就是 n 减 x 个，总共有几个？n 个。 那现在我们要告诉各位同学是，成功一共有 x 次，失败有 n 减 x 次，但是未必是这样的摆法，它会散布在这个 n 次里面，所以我们要怎么做呢？n 个里面挑选 x 个位置让它放成功的，Cn 取 x，p 就是成功的几率有几个 x 个，q 呢是。 失败有几个？n 减 x 个，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标准式，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几率的分配函数。那么它所对应的这个叫做期望值呢？我们可以证明。那么我们放在另外一个章节里面证明给各位同学看。我们的期望值是 np，变异数也不难，叫做 npq。那么 证明的过程可能不是同学的话呢有兴趣的，但是我们还是证明给各位同学看。不过这个结果，请各位同学记住，因为它常太常用了，所以请记得二项分配的期望值叫做 n p，变异数叫做 n p q。那么我们现在来做一个二项分配的一个综合的问题啊。假设某个涉及的选手命中率是零点六，就是六成的。 六成命中，那就是四成不命中了。今涉及了一百发，那么命中次数的期望值与与变异数，它现在既既然各位同学看，命中率叫做零点六，是代表的是成功的几率是多少？零点六，那么失败的几率呢？那就零点四了。那么我们试验了几次？一百次，那么期望值？ 既然他问我们期望值跟变异数，我们就不用客气，就直接写答案了。期望值是多少呢？这是二项分配，因为它不是成功就是失败，所以期望值是 n p，那就是一百发里面零点六等于六十，也就是说我们预期啊。 我们涉及的这一百发里面，大概平均上来说，大概会有六十发是命中的。那么变异数呢？变异数也很简单，叫做 N P Q，所以是直接 N P 就写出来了，Q 是多少？零点四，那就是二十四。 那么，事实上来说，这样子我们也可以证明，但是这个证明我们不放在这个地方。现在我们再来做一个题目：某地七十岁的老人能活到八十岁的几率是哦十趴，那意思就是说他活不到的几率是九十趴了。那么我们现在来看，五位七十岁的老人恰好有两位能活到八十岁。 恰好两位，那就意思就是说，有三位是没有办法活到呃八十岁的。那么我们现在看五位里面，这个几率是多少？五位里面挑出几位？挑出两位出来，因为有一二三四五五个人里面，这两个是成功的。 这三个是失败的，那么我们也也未必是前两个，我们可能是中间的，也可能是后面的，所以我们是 C 五取几，五取二，然后成功的几率零点一，零点一要几个？两个，那零点九要几个？三个，那么我们就把它的答案列出来，五取二，零点一是几个？两个，零点九是几个？ 三个，然后我们拿计算机按一下，零点零七二九，基本上来说，这个计算啊，还是拿计算机比较方便了。但是如果说我们要呃数字不好算的话，其实我们有电脑，电脑里面的话有 Excel 的指令，我们打一个简单的指令就可以计算出来了。那么我们继续看一看这个题目，我们就拿 Excel 来做例子好了。 现在我们开启了 Excel 之后的话呢，我们想要去算这个，呃，二项分配的这个几率，我们在任何一个储存格上面点一下好了啊，点一下我们可以来利用它的指令。那么如果同学呃对这个指令不是很熟悉，我们可以从上面这个公式这个位置啊，我们点这个公式，然后呢，是上面有一个统计的部分，统计。 我们要找的是二项分配，二项分配的名字的话呢，叫做 b i n o m i a l b y 所以是用的是 bi 的这个地方。哎，我们看到了 binomial distribution。好，那么我们点下去，一点下去以后，它就这边有一个这个对话框，它问我们说，number 是什么？trial 是什么？number 就是我们刚才啊，是五位老人。 有两位能够活过去的，所以这个地方 number 的话呢是 x 的值是二。那么 trial 是什么呢？总共有几个人？五个老人，五个。然后这是什么呢？成功的几率。刚才我们成功的几率是零点一，那么我们这边就打零点一。那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问他在问我们说，他是不是？ 一个，呃，叫做累进的，它要不要从零开始算起算？我们不要，不要的话呢，我们就打 for, 否否是怎么打呢？打 false，f a l s e，<S 打完了以后，我们就按确定。这其实这边计算结果出来了，来，我们确定一下。那么我们再仔细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指令，各位同学看一下。 Binomial distribution，然后这边的话呢是刮胡，这边的话呢是各位同学看一下，这是什么？S 就代表的是我们的这个是成功的次数，这是总共的试验的次数，这边是几率，这边是否累进。那么我们得到出来这样的结果，跟刚才我们计算出来的结果。 那都是非常接近的，当然，当然，这是小数点的位数的问题。那么答案都非常的准确。我们这个单元我们介绍的是这个二项分配。其实，在二项分配哈、哦、这种情况的它来说的话，在日常生活的例子非常的多，不是成功，只有失败的这种例子。那我们要记得的是二项分配啊、哦，这个期望值。 我们要背一下 NP，这真的很常用。变异数叫做 NPQ。那么，我们我们有没有去证证明过程呢？是有的。那有一个单元呢，独立的去介绍它的证明过程。证明过程，同其实同学不需要记，但是这个结果，同学一定要知道。